因为日前跟陈婷妮双双确诊，11号她也在康复后首露面，透过视讯跟曾沛慈等人一起宣传新戏。而这次在剧中饰演妈妈的曾沛慈，免不了被主持人逼问这件事。现实生活是已经要宣布你有要当妈妈了吗？还没规划规划。猜猜看，你会比胡宇威先还是？不以为先，你觉得？就来，我保证应该是他比较先的、啊，不可能我。这个配置会比较快是是，因为他们两个没结婚呢、啊，宇威说要听到有阶段性的，所以你们都错赌是曾沛慈会先当妈妈就对了。你要不用错赌了、啊，就确定是他了。OK 啊，我先 OK， 没关系，我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掌声给曾沛慈，加油！而接着还有同剧演员狂 Q 陈婷妮的桥段。宇威他老婆，你老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戏是跟我，而且我们还有吻戏、啊，对不起兄弟。学长的概念啦、啊，我也可以讲一下胡宇威的老婆了。哎、欸，今天是陈婷妮的三个男人、四个男人、五个男人系列的座谈吗？我们都是狗友嘛，所以会约遛狗、约吃饭，但现在约就不能只约，他就说。那叫你老公一起来吧，所以应该会以后会一起遛狗约吃饭。可以啊，好，要不要欢迎陈婷妮登场？宇威在你旁边吗？